秀林乡公所公告封闭多个辖境内的戏水景点，包括了翡翠谷、沙布荡溪等四个据点是进行管制，不可以进入。不过21号凌晨4点多，还是有人涌入了沙布荡溪来晨游。水源村长洪明辉进行驱赶的同时呢，也呼吁大家要能够配合防疫期间，不要来到沙布荡溪游泳，共同守护部落安全。新冠肺炎疫情急速升温，全国已经进入三级防疫的警戒。为了强化防疫的作为，秀林乡公所公告封闭多个辖区内戏水景点，包括翡翠谷、沙波荡溪、清水溪、三山溪以及崇德海岸等等，正式进行管制。水源村长洪明辉表示，习惯晨游的花莲乡亲凌晨4点多还是偷偷前往沙波荡溪来晨游，造成部落族人们的困扰，一早可以说是情势相当紧张。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花莲县民，因为已经过去已经习惯了4点半他们都要进到沙布荡溪，我做村长的差不多5点我就进来看，就里面就20几个赶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认为说为什么要赶他们，他们不是外县市的哦，然后就一直刁难村长说要放行啊，结果讲到后面快吵起来了啊，所以说我是尽到我的本分，村长的本分，尽量不要说把这疫情扩散，哦，然后他们就是我都讲不听啊，有说啊他们关了啊，就值班人员休息了，他们就要闯进去了，哦，他说半夜哪怕是半夜也要进来游，我就不晓得这个县民一定要做到这样，让大家闹得很不高兴。我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过去都是以陈勇的，他们认为说他们是花莲县民，应该县政府要给开放县民进去陈勇啊，就是他们运动这样。他说这边是好山好水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为了这个疫情不要扩散，现在中央开始到县府到乡公所已经立了牌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？我说我连我们自己部落族人都没有办法进去了，然后他们就讲不听，有些是很好沟通，有些就不好沟通了。说到这一点，我也不能说我当村长，我都每天都在这里骂人家、赶人家，这样对大家也不好意思啊。秀林乡公所配合政府的政策，5月18号起公告封闭多个辖区内戏水景点，但仍有不少民众前往。所属的水源同往派出所动员三警共同来前往翡翠谷、沙波荡溪设置的管制点，向游客宣导封溪的防疫政策。为了防止游客陆续涌入，让防疫出现破口，秀林乡公所配合花莲县政府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实施暂时封闭性，呼吁乡亲和游客共同遵守防疫的各项规定，避免群聚造成防疫的破口，才能够真正守护美丽清净的家园。记得中央新闻报道。